跑去哪里了？怎么没有回来？爸，如果我们卖了很多很多的红豆糖的话，可以买一个很大很大的五十头给我吗？要买来做什么？我看到隔壁阿妹有一个，我也想要和她新年的时候有一个五十头啊。那就看你过几天考试有没有拿到 A。 啊，其实爸爸不是不要买给你，爸爸要给你知道，你想要的东西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，努力读书，长大以后才不会吃苦。这样我考到 A， 你就要奖励我一个五十头。你先考到再说吧。讲话要算数，不可以骗我。没问题。吃饭了。哇。慢点，等下啃到啊。爸，我吃饱了。爸爸是不是以后都不能走路了？是不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才可以把爸爸脚治好？
以前我有钱，我要爸爸回来，我不要我死了，我要把妈妈嫁给志豪。小时候你的笑脸就像苹果一样甜，那时候被你的手牵，心里就莫名安全。长大后听你的经典，你快说了一千遍，看着你骄傲的笑脸，仿佛那就在昨天。你一边诉说一边怀念，一边陪我荡秋千，再去给我买一个甜甜圈，我就能快乐一整天。爸，你口渴吗？不要紧。爸，你肚子饿吗？我不饿。我刚刚买回来你最喜欢吃的豆沙包。我不饿，你放心啊。这个包趁热的时候很好吃的。我不吃。你是？你还记得八年前你帮助过那个女孩吗？老板，老板！张先生，你有钱就不要住我儿子，我这里不是做慈善的。求求你给我留下下好不好？我很快就筹到钱的。求求你给我留下下好不好？我求。欠多少钱？你有下次了？谢谢谢谢。好，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你真的很幸福，我想你应该也很爱他吧。我不是一个好爸爸，我再也给不到他更好的生活。现在我的脚不管怎么站也站不起来了，我做不了什么，还有孩子始终是孩子，他们想要的很简单，他只希望你能够站起来，重新的和他在一起，健健康康的回家。
对他来说已经很足够了。至于鱼要飞，你就不必担心吧，我会帮你想想办法。你就专心养病，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你一定要为他站起来。对了，我刚刚给你的 Oking Sports， 你就尽管吃一吃吧。这里有好多病人也有吃五谷麦王来补充营养的。你看，报纸上也有报道很多实际例子，耗养五谷麦王真的帮助了很多人重新健康起来，把健康带回家。小时候你的笑脸就像苹果一样甜，那时候没你的手牵，心里就莫名安全。长大后听你的经典，你快说了一千遍，看着你骄傲的笑脸，仿佛那就在昨天。你一边诉说一边怀念，一边陪我荡秋千，再去给我买个甜甜圈，我就能快乐一整天。哇，看得很好吃耶，很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。姐姐，你要经常过来这边吃哦，爸爸还会煮很多很多好吃的食物。以后你想吃你就常来吧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不客气啦。其实我真的很谢谢你，我也不懂要怎么报答你。别这样说，如果当年没有你，可能现在我要留宿街头了，能找回你报答你真的很幸运。姐姐，这就是好心有好报咯。啊，对了，送你这个布满，你要好好存钱哦，到你有能力帮助别人时，你也要无私的帮助别人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可能现在还躺在病床上还不能站起来，今年的团圆饭也不能一起过。别这样说，我都没帮到什么，其实都是五谷麦王的功效哦。前阵子有好多医院的病人吃了后，他们都能重新健健康康的好起来啊。它含有24种谷类和豆类，能够帮助身体容易吸收身体所需的营养，可以帮你增强神经系统，改善关节疾病，帮助肌肉发展，还有提升免疫力等等哦。姐姐，你讲话讲得好像在打广告哦。我练了很久啦。姐姐，我也有一个东西也练了很久啊。喂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像苹果一样甜，那时候被你的手牵，心里就莫名安全。长大后听你的经典，你快说了一千遍，看着你骄傲的笑脸，仿佛那就在昨天。你一边诉说一边怀念，再去给我买个甜甜圈，我就能快乐一整天。
天。